美国及其五眼联盟的盟友，的确我们看到他们是进行了协调，摆出了一副要打群架的样子，他们的嘴脸不禁让人想起了当年的八国联军。但这几个国家显然是搞错了时代，身子进入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，对中国脑子还停留在19世纪末的晚清。他们显然不了解中国，不了解世界。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120年前的中国，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，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。而且联合国有190多个成员国，五眼联盟等几个盟友代表不了国际社会，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中国坦坦荡荡，致力于同所有国家本着和平共处5项原则发展友好合作关系。看看世界地图就知道，中国的朋友遍天下，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